雅安市生态湿地中央公园一期，山水廊茶马道，雅安城市性质，川西枢纽城市，川西区域性中心城市，国际化旅游生态城市，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城。发展目标，立足成都经济圈，打造成都带动川西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，向西与藏区合作，传承文化，加强汉藏文化的交流，突出川西枢纽，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，发挥独特的生态资源，建设宜居城市。基地位于城市规划中心区大兴新区组团，大兴区与姚桥区组成雅安主城新城区，实现城市中心重心东迁，疏解老城中心发展压力，沿青衣江展开城市发展带动城市战略，整体为一心三廊一合三点四区的整体空间结构。本次设计主要是中心公园绿廊，中央公园位于大兴城市景观轴线上，是多种功能用地的城市纽带。本案设计提出生态自然走廊、文化博古走廊、休闲体验走廊三大主题，来塑造城市新名片。灵感来源于雅安历史文化茶马古道，这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、文化最为神秘的古道，蕴藏着无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。我们连接茶马古道中的自然与文化，结合基地的山水资源，创造出丰富的体验。总体规划一脉三廊四合，水脉从30米高的二台地一直延伸到青衣江滨江，贯穿公园的四个核心空间，生态自然走廊、文化博古走廊、休闲体验走廊交织在大兴之窗、都市客厅、智慧绿洲、文化长廊四大核心区之间，创造多样的空间品质和更高的土地价值。山水廊茶马道，生态自然走廊为公园建立生态基地，以净水湿地创建多样的动植物栖息地，通过微地形关系打造多样的生态体验空间，滋润的土壤打造湿地景观，干燥的坡地形成草甸，松林与银杏塑造高山森林景观，文化博物走廊打造雅安第一个户外科普茶马文化的公园景观，智能创新节点融入水畔的自然风景，结合数码产品打卡深度体验与学习，全球范围普及茶马文化古道及茶文化知识。休闲体验走廊打造丰富的沉浸式体验，亚洲天虹穿梭在空中，向西连接到音乐馆与商业建筑，串联民族文化广场、草甸绿岛、服务设施、运动娱乐场地等，加强两岸商业、办公与慢行体系的连接。桥上可游可赏，既可观看壮丽的公园风景，也可以欣赏城市夜景，观星赏月，一路向南感受生态温泉，攀登至云顶生活艺术馆，
制茶体验、饮茶、陶艺等多种体验，形成标志性门户。驼峰梦幻城，开阔的互动空间，隐身在地下的活动中心，打造供大小朋友边玩边学的户外课堂。茶马斯服务中心，亚洲天虹红石馆营造层叠错落的立体空间，质朴的材质感受历史的沉淀，向下是多功能的下沉庭院，梯步向上可观景活动，创造多维的活动空间。民族广场连接音乐馆，可承载文化艺术沙龙、传统音乐表演活动的舞台。设计打破单一水岸线和公园边界，让城市活力与公园风景交融，打造无边界空间，共享滨水价值。城市之路潮汐式管理，形成步行街融入公园，绿林集市，芳甸花溪，茶香一廊，让公园充满活力。公园内茶香一廊将服务设施与音乐、茶艺表演亲密结合，创造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都市滨水休闲场所。靠近商务办公的智慧绿洲、清水平台、云雾草甸、林间茶香、林雾秋野，利用科技智能营造舒适的生态环境，打造休闲放松的无感体验景观。文化长廊客厅主要以生态湿地花园、红石山涧、岩壁峡谷等各种场景演绎茶马之路，融入阿尔台地康养生态及周公山温泉多种体验，利用30米地形高差、场地水系，打造壮观的跌水瀑布，搭配全息投影，作为文化宣传的大幕布，沿着配有云雾装饰艺术的盘旋栈道而上，通往云顶生活艺术馆。馆内180度全景观景玻璃纵览城市风光，通过举办文化展、艺术展、全息互动展、制茶、饮茶、陶艺、画展等活动，来感受茶马文化，也是核心区的南地标。从天虹台回望天虹桥、云霁台、盘旋驿道、七彩雨瀑，云顶生活艺术馆连为一道壮阔的风景线。大兴城市中央公园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态公共空间与使用体验，这里将成为大兴的标志，雅安文化输出的新名片。